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饿肉男孩。今天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直播助能千人坛的一个仪式啊。最近政府方面非常重视这个直播带货，县里面搞了一个千人助能团的活动，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个团，里面有很多做农产品的拉在一起，然后搞这个直播带货。这个直播带货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啊，就是我们也在四处取经。这个在团里面呢，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和心得，互相学习一下，互相促进一下，争取来把我们这个农产品啊带得更好一些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就是说分享啊，分享一下我们山里面的特产。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会的领导和嘉宾啊。那在我边上这位是科技局的刘局长。那位是我们河部镇的苏书记，相信大家都认识啊。还有我们罗田文刚啊，二的老男孩。主办单位就是罗田县科经局、人社局、文旅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电商直播，前任直播总团，这是县电子商领导小组办的。县电子商领导小组统一发了文件，一个电子商运动城布置中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啊，这个第二启动农村面上新，启动电子商运动城。启动乡镇振兴为重点意义。我们电子商运动城对要实施电子商运动城做示范建设。这个建设的目的是一条，叫做什么？叫做优质工业领导量，特色农产品城。我们的农产品上新，我们的农产品要把它提炼出去，就必须要通过宣传、乞丐展示，使我们养在身为人不实，好东西能够走出大山。大家都知道，乡镇振兴的目标，一部分中第二条就是五主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持续有效，生活富足。最终我想的，要被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电商服务的服务。一方面是县和县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我们自身发展确实有好处，所以希望我们要认真的。期待这件事情，重视这件事发展更好。在我们这个农特产产品这一块，我们有两张名片啊，两张名片。如果是金克山，应该知道吧？我金克山的茶叶啊，龙王路是一个老品牌，人家的萝卜是成为了罗田第九个地理保护啊，地理这个国家地理性保护品产品啊。再就是我们有全国第四大的。世界地质奇观河部冰丘群，我们还有省级校园教育基地古仁灯校址牌坊，还有我们的避暑胜地啊金盆地，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宣传和渠道啊，把我们河部产业河部带入大山，走向全国啊。那么这个千人直播助农团的这个计划目前已经列入了一是县委县政府的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第二个作为我们执行单位，我们湖北农副电商把它也列入了我们的重要工作的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我们这个河户千人助农团的这个推进工作啊。
任何一个普通人都非常有机会在这里发扬光大啊，都非常有机会，就是说找到你自己的那个，在抖音上找到你自己的那条路子。当然要做好直播带货呢，你自己要注意一些问题啊，就是商品质量啊，还有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售后服务，还有就是这个物流。因为平台现在管理是越来越严格，他是想要做一个标杆企业。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啊，感谢大家来为我们红树的这个助力，谢谢大家。